小凯莉，快点起床，我要给你做早饭。啊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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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。张张，汤汤我也都准备好了。小凯莉，你早上要吃什么呀？我看一下我的冰箱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就首先早上要吃一个苹果，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果汁。好的好的，反正冰箱也都什么都没有，就只能都拿出来了。嘟嘟嘟嘟，甜甜圈啊，然后哦。什么都没有了。好了好了，妈妈，小凯莉，小凯莉，小凯莉，快起床！哦，小心小心，快起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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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呀？玩得正开心呢，突然说来快递喽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买呀，是什么呢？
妈晒的车，哇，一定很贵吧？不过假的碰一下就变成真的了，可以送给爸爸做礼物，啊，好开心呀！再碰一下这一个城堡，哦，哇哇，我现在是在城堡里面吗？那我就是公主啦！等等等等，还有我还想要一个很漂亮的衣帽间哦，那就碰一下这些裙子，哇哇，好好看的衣服呀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啊，再养一只可爱的小狗的话，小狗玩具摸一下。